冬季季候风影响住华南沿岸，带嚟较清凉嘅天气。本港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3度左右，新界普遍就再低2-3度，其中流浮山、屯门同埋观塘最低气温只系得11度。过一两日我哋都系持续受住冬季季候风影响噶，咁啊今日咧呢季候风仍然带嚟我哋一啲比较清凉嘅天气噶。睇翻我哋朝早咧市区落到大约13度左右，但系咧就新界咧普遍就低咗2-3度添嘅。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嘅气温大约系17度，并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嘅气温会稍为回升，而最高气温大约20度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